韩主任好，太可惜，哎呀，五五六六。个人这不同男人的那种感觉都是不一样，嗯，而且他们是多妻的，这个多妻多妻多妻，哎呦，对对对，哎呦，自始是隐歌是多妻母词，对对对对对，多妻的艺人，而且样样都是、嗯、都是顶尖的，像我们是一夫一妻，但是还好啦，就是反正每一方面啊，我觉得就是努力去做这样、啊。嗯，不过现在五五六六非常担心啊，对，就是呢、哎、这个唱片圈啊，除了就是我们五五六六之外，对不对？还有我们自己公司的艺人之外，据说。嗯，即将有一位新人啊诞生这个演艺圈、哎、而且最近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个新人，就是个新人出来啊可以媲美超过一出来哦，他是新人哦，但他的地位比刘德华还高、哎、呀、哎、这个真的厉害，我未发片先轰动，对，而且这个人啊他本来是一妻啊，他现在也多妻了，多妻了、哎、多妻好发展，因为很少有就是、哦、唱片刚发片啊可以让大家这么样讨论的、哎、对啊，而且引起 官方的注意啊，然后大家的爱戴这样，而且非常的不容易，茶余饭后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人。那这种就如果有这种人，我一定打压他。我是可以的，想要一出来就想要说什么，像你讲的这种，就是。哎，这个人我想要好好跟大家要好好介绍一下，这个人太了不起了，太了不起了。从专业来讲，即将发片的飞哥。名字里面就直接有一个歌字辈的，对，飞哥，直接来来来来上节目的中间请，对对对对对，在中间来讲，在这边呢，五哥六哥大家好，不是不是，五哥六哥，在这边要跟大家讲解一下，因为呢这个演艺圈啊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要以这个辈分啊来做这个尊称嘛，对，是是是。虽然说呢，在综艺界我们要称他飞哥没错，在唱片界呢，你要称呼我们为五哥六哥，对对对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说五哥六哥，就算七爷八爷，我也按照你们。但是因为我们平常用五五六六，我们就是对这个新人啊，我们都希望能够这个稍微照顾嘛。对，那飞哥平常啊在综艺界很照顾五五六六，哎，那你这个即将要唱片宣传了，需不需要五五六六这个传授你一些这个 people？ 哎，有什么？对，有什么 people？ 这个真的需要了。砸蛋糕又干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哎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就不专业了。你出来介绍，你要先跟大家问好啊。自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最简单，新人必备的嘛，是不是？一定要自我介绍，不然大家怎么知道你是谁呢？哎，各位电视前机子的观众。这样子就不行了，新人啊，放轻松。对，新人刚出来那个自我介绍是非常重要，因为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是这样，就这个圈子奇怪，你不是说在另一个领域啊很有名气，你到这个领域来就一定中哦，没有这一种的，没有。对，那你到这个圈子，所以你讲，每次你讲真话，我已经说真，没有，这不一定中，不一定中。但是飞哥，我们在这边要说就是啊，因为平常飞哥是德高望重嘛，是是。但是因为你现在换了一个身份，嗯，成为唱片圈的这个新人之后呢，你就得必须要有一个新人的样子，是是，要回答很多主持人的问题。但是我要跟这个飞哥提醒一下，就是啊，这是新人刚出来的时候啊，资历深归资历深啊，但是如果没有拿到 CD， 访问就会很短哦，可能等一下要请新人。节目要带礼物才对的，对啊，训掉了嘛，你们放心，五个六个过两天我而且听说你上过两天我的香肠腊肉就会到，这个只要放在电锅里一蒸就可以吃了，哦，就可以了，对对对。而且我听说还要提醒你一下，哦，我本人不吃牛，猪肉就好了。啊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对，你不要恢复到歌手的身份，我们下次再访问你。下次你就完蛋。但我跟你讲啊，没有，你们上位前辈说的是，上节目啊，真的有很多人会问一些比较恐怖的问题，对，不尊重你。而且现在啊，飞哥，你要那降低身份了，对，我们就不叫你飞哥，大不了就是让如花趴上来嘛，就是这样。有时候有这种壮士断腕的决心，而且飞哥，我们想邀请不，张飞先生，张飞先生，现在要叫张飞，张飞先生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你要取一个三国时代的名字？对啊，取什么刘备啊？叫张飞，关少武之类的多好。哎，那因为我小时候哈，我爸爸常常叫我这些八股的这些东西。哎，那个回答问题要快，我们这是节目，这样就是要快。因为有时候唱片歌手出来，因为新嘛，所以讲的话不多，所以要一针见血，直接讲重点。因为你绕那一大圈哦，那是不会用的。讲快一点，不然收视率这个地方是下滑的。因为那是我本名，
还是还有这个慢慢有一点进步，有飞哥，听说你上节目啊，这个要求不是当来宾，你想直接代班呢、啊？也没有啦，我就是说，只是能不能帮我就上你们节目一集课拿20万，可不可以？20万呐、啊！我们那种娱乐新闻是只签演出同意书的，对，好像是1350啊，1350你有时候不给。我们唱片公司说要13万五，我才愿意去上。没有这种东西啦，唱片刚发，你要做宣传，一定是1350。对，哎呦，不过被他们这样访问，一身大汗，不行、哎，真的越来越新人的心情，真的呀，而且卖不卖还不一定，访问完还不一定。开一个小玩笑了，不过就是讲，哎呦，欺负人了你们啊！换我们问他们问题了，听说你们网络上你们四个人被批评得很惨了，哎呦，你们是啥？是我要检讨一下我刚刚讲些什么啊？就是说你如果开车在路上，哎呦，最想撞死的艺人。哎呦，结果网络上讨论的答案居然是5566，哎呦，票选最高啊！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放轻松一点。没有，因为刚上节目，你们好，新人上节目，你们的时间好吧？时间快点，时间快点，我就直接回答了。会被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主持人，等我没讲完呢。哎，整人者人恒整界，5566完全印证了这个报应，接下来还会怎么被整呢？惨哦！好，谢谢了，谢谢。我没讲完了，就是我们会希望被撞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主持都欺负新人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腊肉香肠带来没有？他会快递就到了，快递马上送来。不过他们这个团其实这个目前可以说是啊，在处于最高峰的，哎呦，几乎所向无敌，后面还是有别的团在向上拱、啊、哎呦，后浪推前浪，这个很可怕的。哎 K1 哎呦，K1 麻烦你们排好啊、哦、飞哥排好排好啊、哦、飞哥，这个刚才这个 JR那个手肘一直这样的蹭，对，我觉得是有一点蓄意，对，有一对啊。我飞哥，我觉得我们应该给那个年轻人一个机会，有什么怨气今天要发出来，好，来问问看，对不对？是因为我跟 JR 和少伟哥，嗯，有非常多的这个舞蹈对戏，我们在剧里是3个死对头啊，但就第一次演戏，比较不懂得揣摩，哦，是就来，因为怕不真啊，哎，干脆来真的，来真的，来真的话 ，K 完的体力比较好，没有，讲真的是这样，而且他这个身上带旧伤，你不能这样欺负人啊。没有，报告飞哥，少伟哥虽然带伤，哦，可是很猛啊。哦，什么猛？对啊，哪里猛？跳舞猛。哦，这就是拍出感情来。不过其实 K1 啊，真的是蛮乖的。哎呦，因为他们哦，真的非常的努力去做每一件事情，就连拍戏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太入戏才会变成这样。听说他们两团呢，哎，要一起结合来为我们呈现一段表演。对，而且呢，要跟大家讲，就是这一支舞呢，只有在综艺大哥大看得到，在任何的公开场合或是签唱会都看不到，除了 MV 之外。本人仅以一个唱片界的新人向前辈致敬，飞哥不用怕，你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，我们一定照。好，谢谢。那今天我们这边也请你多照一下，互相照来，互相。所以将来飞哥上宣传了，像那个坐云霄飞车了，你们就要代劳啊。我在下面拿码表在说。哎呦，他们这个非常难得的哦，哎，给我们带来这段表演，名称叫做《风云变色》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用下的又不够重，卷下的天下不留，是敌人还是朋友，风云变色，你要了解就要融合，天地鬼神都在看我，站在自己的最顶尖，找一个出口。
杀掉